我怎么相信你？从始至终，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不然你安排我跟萧三少见一面，我当面跟他解释清楚。可我唯有一点担心，萧三少他会相信我说的话吗？乔先生，三少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去跟他解释清楚的。 三哥，他人呢？他，令行情，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自爱呢？三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一个圈套。乔将他约我说有事情在咖啡厅，然后我喝了咖啡以后，你根本就是把乔将当成了母子症。 走了一个卖风筝的，又来了一个买风筝的，是吗？你还真是跟风筝有缘呢。从始至终，你都没有相信过我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从始至终，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 一丝一毫，你在乎过我吗，小北辰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解释再多也没有用啊！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 Thank you.